啊，我记得刘素云居士有个报告，他的光碟诸位可以看，他里面讲了一段事情，这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一个女同志在他面前告状，说他先生有外遇了。啊，他告诉这个女同志，他说那是你的丈夫有外遇了。他说你要晓得丈夫两个字怎么解释啊，丈是一丈远啊，一丈之内也是你的丈夫，一丈之外就不是的了，你管他干什么。这是劝人放下了，不要自寻烦恼啊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把它引申出来观察。啊，你这个身体一口气没断活着是自己的，一口气不来了不是我的呀。啊，你身上穿在身上的衣服是你自己的，你放在衣柜里边，不是你的呀。啊，你住的房子，你今天住在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，你离开房子那不是你自己的呀。啊，你口袋里装的多少钱在你口袋是你自己的，银行不是你自己的。如果我们能做如是观呢，清净心很快就现前。这都是跟你讲真话，不是讲假话。啊，放下叫你时刻观想，你自然就能放下了。这些拉杂东西放下之后，佛号才提得起来。啊，那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带得走的。啊，我在这里命中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最后这一刹那，如果把佛号忘掉了，还迷恋这些东西，你就又搞六道轮回了。往生西方的机会不就错过了吗？那才叫真可惜啊。